大家好呀，我是莹莹。因为今天太阳比较大，所以说来的比较早。你看这后面，全部都是那个月季。我说不是，前几天已经把轮胎买回去了嘛，今天来挑花，但现在花就快谢了。本来说早一点来的，早一点来就能看见那个花长什么样，免得买回去不对版。待会儿带大家去看月季啊，虽然谢了，但是还是有好多好多的。我怎么感觉没有以前那么规范了呢？以前整得好干净哦，你看这里面现在好多草。你看这个好多朋友说是叫什么抓破美人脸，是不是？好多月季我都不知道名字。看这边一大片的这个红龙，其实我想做一个那个红龙的拱门，我还没有红色的拱门哎。待会儿搞两颗回去，找两颗特别大的。我觉得红龙花期又久，花量又大。跟去看了一下，现在好多花谢了，有点看不出原型。但是大概我就买那个，红龙、粉龙，还有那个抓破美人脸这三个品种。这个我很多娃婆呢，那就玩了玩了。粉龙粉色那个好看的。搞得好像没得分龙。我之前它这个粉色的龙沙包是稀奇的很。回去。那个无花那个。它枝子太多了，它就是。看这块太阳好大，你看那个枝条长得好长，几个阿姨一起弄。你看。这个月季也是不易呀、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个花叫啥子。哪天子我拍视频，他们在说这叫抓破美人脸。来了，大的时候都给他夹了，拿钱卖，2块钱一只，五块钱一把。这啥？我也不晓得这是啥。这啥花？看起来有点小哎，哈。是不是粉色沙龙？是不是还没？不是的，不是粉色龙沙包是。哎呀，晨晨，你这把花好漂亮呀！好漂亮。今年老板涨价了，45，之前买的30。他说他养了一年了，其实养了一年，我感觉也没有大多少。反而那个粉龙还比以前还要小一些了，结果价格还高一些了。满满的一车回家。买的字花到家，明天来了到家是弄土搬泥巴。把我们摇摇甩的了。梁雨泽快来，怎么样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。就是有点点热，把塞到耳朵的口袋里面装的，让妈妈给拿。妈妈给拿，来吧。哦，要用手，要用手，小雨。烂的，烂的不要了，选好的。拿起来没 ？OK。啊，很丑了。喊婆婆给你压到了没？喊婆婆给你压到。你把它叫了。回来嘛。妈，你就在你面前嘛。对。好安逸不？来，我来，这里也有口袋。选大的嘞。打地。哎呀，小看起哪个捡哪个。